我是杰西，谦虚谨慎，足智多谋。没错，我又来图书馆欺负人了。最近我发现这狗洞很火啊，今天我就来赌一赌这里，看看能收获几杀。嗯，兄弟，缘分啊，你若不死，我情何以堪？蓝队拿下首分。中桥打得很火热，但我知道这都是假象，因为200元耳机告诉我来活了。老弟，刚死一次就换路线？不好意思，这一片都归我管。这敌人都上哪了？我是不是得发一个寻敌启事？热门洞今天怎么这么冷门？哎呀，想偷袭，时间还早，待会儿再睡。是谁在呼唤我？这就来送你走。哎呀，我这怎么又成香饽饽了？咋着，发现我一个人了，都先来欺负我吗？不是我吹，就怕你们不敢来。我这貌似有点狠了啊！老规矩，给对面点希望，毕竟以后我还得常来呢。万一见我名字都跑了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嗯 ？Oh no！ 行了，大兄弟，你还想连杀啊？洗洗睡吧。领袖气质是自然形成的，就像现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队友向我看齐，组成了队形。哎，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低调啊。嗯，又来活了，这次人不少啊，不过我们人好像更多一点哦。哎呀，可以呀，竟然打死了我，作为回报我就送你们一波妖射 M400， 给我躺好。敌人这是想反扑，有梦想是好的，但是现实往往都比较残酷。留给红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还有没有来送死的？抓紧点，再不来我血都回满了。算了算了，我来手动增加一点游戏难度，顺便挽救一下对面四位兄弟那即将崩溃的游戏体验。这不行啊，我这么个送法，对方才追了一个人头，拿个击杀术有那么费劲吗？来，我们来交流一下拿人头的正确打开方式。红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，蓝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。一张再好，我看谁能得到我的绝世一锅，就你了。哎呀，拒绝 ！No， 我这一锅今天必须归你。我接喜，那也是一口吐沫一个钉的人。来，站稳扶好，准备接锅。比赛结束，蓝队获胜。我是接喜，一不小心又是第一，嘿嘿。